调血脂呢，其实蛮简单的。调血脂你可以饮食上注意一下，不要吃太油腻的、热量太大的那种食物。你可能吃西餐，是不是？我吃肉不太多，哦，以素为主，肉为辅，啊，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啊，还有就是油大的那种，比如说干果一类的也不要吃。干果类的，因为吃素，有时候你早上吃那个什么冲奶呀、冲那些东西，你会加那些干果类的，但就像那种油性大的干果不要吃。还有鸡蛋煮，一般煎还是煎一下，不要煮，鸡吃。蛋不啊，好。你就是可能，就是如果你生气的时候，胆囊或者是你如果大便觉得很干燥的时候，尽量不要吃鸡蛋黄啊什么这些。肝胆都一般。我曾经就是有一段时间抑郁情绪比较严重，我可能考虑你说，太渴求崇敬和圣洁了，完美了，就是你是一个很求，就是就偏静、偏善、偏善法、偏静，甚至到严重到有时候情感上有洁癖的感觉，就是渴求圣洁完美这一刻，这个都不太让你会。很烦，对这个世界，时间久了会很烦，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你会为什么你会对父母到最后父母说你忍你都会忍无可忍，倒不是你不孝顺，你很孝顺，是这个世界的不好那些危机感那些恐惧还有那些负面的东西你太懂了，因为你越偏激于善越偏激于成就。你就渴求完美这一面的话，白你可就是往白这面走的话，那黑的你会寥寥分明，你会对这些东西特别，比别人还要敏感。所以这个时候别人再回去，有人说："哎呀，我担心你什么？"你那些担心你肯定有，你自己都知道。然后别人不需要别人再在你面前复述一遍了，你父母会加重你的那种担忧，所以这父母再给你操心说："啊，你看你这样出去怎么样了？你谈个恋爱怎么样？"啊，各种说。但那些事你也有想过的，已经不自觉你都不用想，你都知道。哎，父母在家就等于不断的重播那些负面的担心啊，就忧虑，所以这样会让你焦虑的。焦虑你眼睛啊跳啊，血脂高啊，肝骨气不足，这很正常。但问题的症结在你，你在渴求一些东西，渴求比如成功啊。你在这个世界不接受另一面，失败啊、黑暗啊、阴暗啊，什么垢啊、脏啊、乱啊、差啊、邪恶啊、卑鄙啊、无耻啊、虚伪啊，你不要这些，那不要这些，这怎么写出白来呢？是吧？也不是说我们，其实问题是出现在就像一个人啊，他人是天，就算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对我们不喜欢的人。你也会觉得你很烦躁的时候，你觉得很无情，是不是？有时候的孝心从哪来呢？你觉得没有，看不见。说句老实话，我们是也是个善良的人，但是有时候真没有，觉得自己很冷漠、很无情。这个时候，你觉得你是白的还是黑的？如果你定义自己是冷漠跟无情的时候，你对有些人可以热情，可以充满爱，但有些人你就是没有。那么这些到底你是好人还是坏人？是个善良的还是邪恶的？还？那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冒出几个坏的念头，或者是有自私的、有自我的，有很多算计在里边，有很多计较，就是对自己最爱的人、最好的朋友，你都在算计、在计较，等等，所有的东西，你觉得自己有多善良？真的是，当你内心里边微细的这些念头升起的时候，你就会烦，你知道吗？因为你在渴求正面的那些白的。白法就是善的，跟崇敬的、爱美的、圣洁的、完美的。那正面一旦在你身心出现，你就会觉得烦躁，而且觉得自己也不好。那你看，透过你自己这些，你觉得别人都不好，这个世界就是坏的，是有罪的。这个世界众生一不小心就很邪恶，是吧？有时候一下子就可能恶到极致了，有时候善到极致，有时候恶到极端，是吧？那总和来说，每个人其实里边又有善又有恶。是吧？总结，就算我们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但是我们的本性里边是什么都有的，是吧？千百种情绪，千百种念头，千百种状态，甚至我们对不同的人呈现不同的样子，是吧？
我们喜欢青菜的时候，看见豆腐一脚就把那个豆腐就不喜欢吃，我碰都不会碰它，是吧？青菜、豆腐、萝卜，就说从一个植物的喜欢到这个世界，我们喜欢天阴，不喜欢天晴，等等，喜欢天晴不晴，只要你喜欢，那你都觉得是正的嘛，是吧？都是哎，你追求的是，其实什么都空，就说我们其实人类很多东西都包含在你那儿，你不是任何一个，哪个状态都不是你，你既不善的，也不是恶的。但是你选择善良而已，你选择了说我对大家善良，而这个世界其他人也是一样的，他对自己的可能罪恶的人，我就经常说，好恶的人，他对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很爱啊，是吧？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那些人，有时候回家对孩子老婆可好了，但是他只对孩子老婆，他在他的孩子老婆面前、爱人面前，他选择了善良。他选择了美，哎，真善美。但是对于其他的，他选择了欺骗，他选择了杀神，哎，杀戮等等，邪恶。到底他是个好的还是坏？看谁说呢，是吧？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既不好也不坏，看对谁呢，是吧？看对什么人，对谁你选择，而且你在生命里边，你是活这一辈子一百年，你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不断的完善他，不断的熏陶，不断的完善，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嗯，就这样。那样你就会，如果你知道你只是在无量无边的状态跟情绪里边做了个选择的话，你相信人家其他人也会选择的。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定论，既不是坏的，也不是好的。这个世界没有，也不是邪的，也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这个世界，只是这个世界，所以需要教育。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人力，需要教育，需要导引？因为随着人力的教育和导引，很多人会慢慢走选择善良，选择正直。如果你不教育他，自私，他是欺犯，他就选择了另一面。不要定义自己是什么，也不要渴求自己，所以你得渴求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只是对不同的人会，他对他特别好一点，对他稍微好一点，有时候会有差距的，你不平等嘛。就算你善，你对他特别善，对他还稍微善一点，你都可能不平等，知道吧？也不要期望这个世界人对你说你是什么，不要指望从别人嘴里说你是个好人，这种事。你本来我们也非善非恶嘛，我也不是好的，不是坏的。你说我是个好人，那是因为我对你善良。你说我是个坏人，我对你不够好，说句老实话，可能真的就是这样。也不止，我也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我也不会证明自己，证明给你看我是谁，我是善良的，甚至我不证明我是善良的。所以你看了，你说你我不好，或者是你甚至有人诽谤你，或者是说你背后说你坏话，你都懒得证自己是清白不清白，这就是有啥清白不清白，是吧？只不过是他想说你而已，是吧？如果你想让很多事发生，完全有可能发生。他说的也没错，只是你没选择而已。如果我选择邪恶，我可以恶到极致，只是我没选择而已。人家说你是个恶人，我说是啊，我只是没选择做坏事而已。我没选择做，我可以恶，只是没选择做坏事，只是我没选择那个恶，知道吧？但你说早了，我还没做呢，是吧？有一天也许我逼到那个程度，也许我会很饿，但是可能我也不会呀、啊，是吧？看我那个时候咋想的嘛，正直接足不足啊？你要迅速改变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跟定义，不管你是，还有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实佛学里边《金刚经》也说不着相，哎，就不着善相，也不着恶相，因为不着善相恶相，不是说这个世界你看见恶的跟看见善的，也不是这样的。是首先自己在心里不要定义自己是个善的。那个人选择做恶事，他一定有他的原因，他为什么选择？如果他的原因足够圆满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原谅他。如果他说不出个理由的话，就选择唾弃他，是吧？还有时间静坐一下，你还年龄小，有时候但是你肝功能、眼睛这些，你的情绪很容易走极端，就很容易忧郁，知道吗？所以你有时候静坐冥想的时候，保持一个觉，
不绝，我你有绝，因为你是活的嘛，又不是死了不绝，活的也不是木头石墩嘛，肯定有个绝，但是不要能绝，绝什么？你不要说我一定要绝个，我坐在这儿我绝，但不要绝我痒了，我疼了，我麻了，也不要绝这个世界是有光明的黑暗的，也不要有绝道的东西，因为绝道的都是人类的乱想，只是保持一个能绝的你就行了，就这样子，当这叫所觉的，先把所觉的空了，就是你坐在这儿保持觉，但不是让你觉到什么，甚至觉到说哎呀我觉得我看见个佛，我觉得我看见光了，或者是我觉得我身心啊真的很舒服或者不舒服，这些都想多了，哎，就那样保持觉，坐在坐垫上去冥想，但不是想什么，不是觉什么，只是保持觉，哎，有一天连那个觉也会消失，啊，这样会调理你的状态。你觉得这个世界太恶了，你觉得自己哎呀，太有些很多东西无奈、无力感，你想让自己活得很崇敬啊，或者是那会很忧郁的。本身对崇敬这一点，你就定义的狭隘了。我们对这只是在人力，我们在人道定义啊，什么叫崇敬？没有这回事，真的是人道。什么叫干净？什么叫崇敬？你也知道，佛学里边一出人道，很多东西都打破了。你认为的崇敬啊，好像你那个苹果你拿起来吃了，那天道很脏的呢，怎么洗你都洗不净，因为你手上也有细菌，那些细菌水里边也有，你拿什么能洗净？只是没有天眼，你看不见而已。包括我们情感上，什么叫崇敬？你都是非善非恶的，怎么可能有圣洁完美呢？但是你要是突不破人道的东西，就是我们只是一个女人的话，只是说逐渐的能让自己的承受力啊，或者是能让自己承受力，或者随着年龄你经历了多了，就开始不在乎了，不在意了。但是你仍然活得不快乐，你只要是个人，你仍然不会，我们都不会快乐，因为总是有一睁眼就会看到这个世界有邪恶，有什么东西，你不自觉本能的就会去认知，所以要修正突破这些，突破人道对你的控制，你才能稍稍清静一下。怎么就从修定开始，就我刚才说的保持本能是修定，然后看佛学的经典，然后修定，你就能从六道里边解脱出来。失眠啊焦虑的时候起来坐一会儿反而好，就睡得差不多了。多坐。平时就现在还吃得香睡得着的时候对，因为你没有什么就不觉得，那个时候只是把它当调理身体了，而不是想突破什么。我觉得我们经常乱想，这个乱想一直没停不下来，梦里边乱想，乱想会导致很多问题，很麻烦，知道吧？乱想，这一提课也不提。有很多的本能的这些东西都需要修正来破掉的。你不修禅定，不去修这些，破不掉的。你光说在世上练，就算你经验很丰富了，你要想放下也没那么容易。包括你有很多的知见，正知见都在脑子里，你说我放下，你本能的反应在这儿，本能的觉受在这儿。